小熊真的被他带起来了，运动个儿，哦，这个入场，哇，感觉他性格很好。 哇，腹肌就很健康的那种女生。嗯，这是要选一个吗？我选这个，迷你巴士穿梭小巷，你保护世界，我保护你。我觉得我可以保护男生。我可以保护男生，看来是练家子。<笑>不是。 不是 ，Hello，Hello，Hi，Hello，手在手，啊，你是女嘉宾，哦，我不是，啊，你是，这女孩喜欢笑，我叫梁烨，日字旁有华泽烟，就叫默默就行，默默，啊，我叫小熊，小熊，对，小熊，哎，这女孩还蛮可爱的，大大方方，嗯，默默很幸运。 第一个见到的是他，最好的，最温暖的。但如果是见到是小孙，那就芭比肉了。尤其是今天的小孙，而且见到的是小孙，今天的小孙太惨了。命运还是有安排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干嘛？没往下跳。感觉他们俩性格挺互补。嗯，你在哪来的？我没见到你。我从那边上。上面。对对对。哦。对，你多大年纪啊？你猜。啊。 256，哦，你嘞？哦哦哦，比我小四，没有小很多，97，97，哦，对吗？<笑>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你可以这样认为。那就95。怎么？因为我没猜对嘛。哦，是吗？你之后再了解吧。啊。<笑>我觉得你比我高，我这上面会比较高一点。<笑>你这女孩性格挺好的，一上就不尴尬。 所以你今天知道有新的人加入吗？不知道。OK。 惊喜，惊喜。哦。是惊喜还是惊吓？惊喜，惊喜。吃到了。这个吗？这个吃的，这个吃的。那个。行吧。看我。我坐哪？我坐最后面吧。好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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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。 你第一次来重庆吗？不是，我之前出差来过一次。哦，不知道我们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吃火锅这一项。那你这也很能吃辣。超级。我也超级能吃。哎呦，真的吗？我是香港第一名吃辣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香港第一名？比过赛吗？就是调查过，我问过我妈，问过我爸，问过我妹。哦，我是第一名。家里的第一名。 嗨，那我觉得你吃辣肯定没我吃辣。我真的蛮能吃的。我超级超级超级。我晚上也比一下。好呀好呀好呀。你平时有什么运动爱好吗？我日常的话是健身了，对对对，举铁了，所以。可以。吃辣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放假的时候可能去潜水啊，长时间长距离的徒步，对。我也喜欢，就是我也会喜欢徒步。 啊，是吧？对，前段时间就去沙漠徒步了，对，好酷，晚上那已经很多星星，超好看，我超爱看星空的，我也很爱看星空，是吧？对，共同兴趣爱好。OK， 我们上吧，对，下车，开始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喜欢古着。你觉得什么地方很吸引你吗？就是这种老式的东西让我觉得很着迷。啊，喜不喜欢它？怎么了吗？哦，喜欢啊。还是就是直接戴的，你戴给看看。啊！ 为什么是我戴？我让你戴，看到吗？
这大帽子不好看。对，太大了这个。对，太大了。太大了。你适合戴这种。你戴一下。再不进去。哦。稍微比它。太高了。哎，我看到一件比较不错的。是吗？很有 feel。嗯，哎，对，你试一下。你能穿件这？你能穿上这个吗？你可以试一个这个。试试。对，说明我们试一下。他俩真的完全不像刚认识一个小时的。嗯。他俩太熟了，我觉得。太熟，我感觉比刚刚那认识好几天的都强。对对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上一个像两个人分过手，大街上突然碰着了。那也很小。很好看。是吗？对。我看一下你的正面。你拉下来，拉下来，拉下来，就这样酷一点，很好看啊。可以。我这个太温柔了，这个说话哦，真的很好看，这颜色很配，很搭。啊，这衣服好喜欢啊，可惜它暂不出售。你要不要先？你要试一下这个？好的，谢谢。这是女 size 吧？好短、啊。好像确实是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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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将就一下将就一下。这应该是将就一下，将就一下。这肯定是很帅。这肯定是，哎，你穿这个，你穿这个。不好意思，我低估了你的 size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嗯，这也很好看。是吗？对，嗯，我给你拍个照。啊，好呀好呀。哇，他真的好，他也好会啊。你说男的会还是女的会？男的。男生嘛。就这吧。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一二三。好好看哦，女生。哇！来再一张。还会合照啊。哇！真好。好像拍电影啊。啊，还是喜欢看甜甜的恋爱。小熊应得的，我露出了老母亲的微笑。他俩是不是在一起了？你猜？跟我看一下，跟我看一下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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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这样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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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拜拜，我帮你拍。好，来。你随便摆。一二三，那就摆个这个，然后摆个酷酷的。一二三，再来一张。一二三，哇，哦，好看，好看，好，笑一笑，嗯，哦，完了，我觉得你拍照比我好看。没有啊，挺好看的呀。哎，我们要不要这么来一个自拍？好呀。哇，你俩还要干嘛？你俩还要。对嘛，节目就是要让大家对爱充满期待，不是让人愤世嫉俗的好吗？拉回正轨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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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我们去吃饭吧。好呀好呀，饿死了。走走走，我们走。可以给你拍一个。他一直在帮他拍照，哎，他好可爱，这女生。很好看。我看看看看。啊，你这是原相机吗？是啊。哇，你好会拍，我给你拍一张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模特？哎，他会讲话了。哎呦，他们俩的这个互相赞美好自然啊！他们的互相赞美。嗯，文君，这叫事事有回应吗？算，是，绝对是。我拍照都是侧脸。是吗？为啥？你可以尝试一下正脸啊，正脸也很帅呀，对呀。哎呦，很好哎。不要帅。有点羞涩，真好，这一直在夸。好看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一拍照就很尴尬，你发现了？对，我发现有一点点镜头恐惧。对，没关系了。怎么着？我们可以开动了，对吗？应该是，都饿死了，对吧？对，吃个荔枝吧。嗯，这不是直接吃的吧？试一下，我来帮你验毒。哎呦，好好吃哦。好吃吗？嗯，这个呢？这个不能吃的。
花椒呀、啊。这是绿豆吧？你试一下。这绿豆啊。你试一下。不是花椒。哟，你看。啊？不能吃，你试一下。啊，不能吃。你一闭嘴睡觉，不行。不行，你再睡觉。真开心。笑死。夹不起来。那这样夹，那这样夹，等一阵这样夹，快快快。好，三颗够了，我刚刚吃了两颗，能咬动吗？这就是绿豆，这不能吃的。啊，嗯，生的鱼豆。Yeah。这个辣辣的感觉。哪个？这个。辣吗？他们俩不是要比谁更能吃吗？啊。不是，不是辣，就是我不是觉得它辣。我是说它有辣辣的感觉。不，你觉得它辣？我不觉得它辣。没有感觉，我帮你弄。就是，不要帮我夹东西，我会有压力。小森 PTSD。那最喜欢吃什么菜？那就是辣辣的。嗯，对，首先肯定是辣的，然后第二西班牙菜我比较喜欢。哦。然后就是墨西哥菜。我也很喜欢吃墨西哥菜。嗯、wow. ，burrito taco， 想起来好吃。是，所以你想的水果是什么？我喜欢西瓜。我也喜欢吃西瓜。啊、哦，西瓜！我每次吃饭都会点西瓜。你看看，哎呦，我们有，我们买了，今天买了。你喜欢吃牛油果吗？超喜欢。我也喜欢。这俩人怎么了？你俩有没有不喜欢的吧？对词儿了是怎么了？你就说一个他不喜欢的，我想听听。宇宙浪漫，所以我还撑着伞啊，挺特别的。哇，啊、真的要打着吃晚餐吗？这么浪漫。他们俩的状态很像，小熊真的被他带起来了。嗯、所以你看，这人真的很重要。我们的运气都被我们在下午的时候用光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忘的事情。我也觉得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打了伞在外面餐厅吃饭。我也是第一次。用玫瑰蜡烛，然后再加上这个景，难忘。带上杯吧。来，真好。我刚才就跟他说，我说你要感谢我，因为我差点选那条线。我选那条线，你现在能红光满面的。我本来就红光满面，好吗？我的天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刚才站他站在门口就这样，一回头我说嘿，他嗨。今天晚上是我看到你表情最多的一个晚上。最好是，我的天。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别说了，他又不好意思了。啊，是哈。对。默默地靠过来。Okay. 对，我真的，小熊说到了默默的心。很高兴认识你，希望你在这段旅程可以开始你的探索，到更多未知的自己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梁叶。我爱看星空。我也很爱看星空。那你是不是也很能吃辣？超级。我也超喜欢吃。哇，可以！你在前面，我在后面跟着你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忘的事情。我也觉得。OK， 爱情的酸臭味。OK。没有爱情的酸臭。OK。啊！画了个熊。因为他是熊子犬，初来乍到，请多关照。因为他是熊子犬，有点丑。OK， 好可爱哦。对，你们俩都喜欢。